了，敌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近了。啊！小张子，把机枪交给我们，不活人，那就对不起喽。这个大哥，翻！ 让我们的912走，踩着912走。小陈，这慢点啊，注意安全。对付地雷，我比你有经验。对手，这孩长大气了，你能够什么做？我保护你。 大人，别踩偏了。就是在这儿，我用了整整1个白天的时间，总结了上次的教训，应该在深更半夜，找在职最薄弱的地方进攻。先等等，老子觉得有问题。 摸下情况再说，吴班长，再等就贻误战机喽！上，哎，嘿，把岗哨给我断掉！一会儿共享寨子抢了辎重，立刻撤。我担心这周围布置着一只白狗子。哎，师长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他们今天在这嘀嘀咕咕的，怕是没得啥子好事情。管他们说啥子吧，等会儿仗一打完，先把钱给他们交了。全中国粮食冲！下去，这给你提心吊胆，听到没有？班长，赶紧带大家走！干什么？挖坑是来不及了，我按住，不让他起爆，赶紧带大家走啊！班长，你们赶紧走！小郑，不要自恃，那是一不是两的人。 你给老子闭嘴！老子是实战，你把这事可以跟老子说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有没有资格？你在我眼里就是老百姓，最普通的老百姓。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生来就是为老百姓打仗，为老百姓牺牲的。虽然我不愿意我兵为你这种人牺牲，但是从我们主席到每一个马夫好兵都会这样做。老子要不这样做，老子就不是中国共产红军。这才叫真正的红军！让你们洗脑，滚走！ 师长，大混蛋，走！不能让别人走！师长，哎，走！大走！走！师长。走吧，班长，我福贵的路到这儿了。 早点回去。班长，扛不住了。死了，冯师长呢？被抓了，在哪儿被抓到？七水井。走，去救他。不必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你最好什么也别说。走，救冯师长！救冯师长！走。 向敌人下钢盔，奇耻大辱！老子一枪毙了他哥们！老子的话，不想再说第二遍。刘志明，快！刘志明，快！东边走，东上，你上，走。老子毙了你！ 白狗子人手很多，装备很齐全，肯定是大部队。哎，顾班长，干脆冲过去打死他们更是。只要强势一下，马司长肯定来找我们来。李团长，听班长的。白狗子不是冲着我们的，是冲咱们红军大部队的。咱们不能在这傻等。 咱俩先摸过去，抓个舌头，摸炸了就跑，跑不过去打他娘的！吴班长，千万小心哦！ 北狗子好像在追他们哦！糟了，被咬死了！同志们，上！哎，不行，我们要在这儿等埋伏。你们班长，我们团长能坚持到这儿吗？小鬼，你不要怕嘛！80张都在这儿，我们整个红军70都在这儿。我奉命拦住你们，请相信我的战友，还有你们的战友，他们一定行的，他们都是红军，都能撑住。小鬼。 你凭啥子？凭啥子把我们拿到？就凭这个！马司机他们打不了遭遇战，你一定要转入他们。不见信号弹，不准冲锋。我发信号弹的地方，才是适合马司机他们作战的地方。如果…… 我们没跑出来，你叫马司机千万不能恋战，能跑多快跑多快，记住没有？你不是小崽子了，我才把任务交给你，不能办砸了。可是你们还有老瓦，我们都是红军，都能撑住。记住了，就是用硬的。 也要给老子拦住他们！是。退后！老子不相信你敢开枪！小鬼，支架你！ 快点，快点！驻亭的会trưởng旅。狗日的，你们都看见了，少说得有一个团，怪不得呢，对我们的都有一个连。咱们在狗日的右面捅上一刀子，枪一响，大部队应该知道有埋伏了吧？咱们打得越热闹，大部队越安全。啊 可以冲了吗？同志们，冲！冲！快点，快点，跑进去！同志，要革命就会有牺牲，你死得光荣，我马斯基记得你，我红七十七师记得你。 狗日的白费！我红七十七师好不容易开个会，你就拿炮来轰啊！同志们，把旗帜插起来，跟白狗子拼了！走！拼了！ 来的人很多，我们开始不能打太猛了，要攻到最后。我现在保紧了，这儿，你去告诉武兵他们，他的人要顶不住了，看我们的人能留上，照以往的打法，啊，只要坚持战争，北狗子肯定撤退。晓得，照着以往打法，不撤，抓紧点好。 哎，你们这么凶，拿他们当红军主力了吧？同志们，去告诉老马，就说白狗子来的是正规军，这次咱们一定撑不住的。啊，让他们绷着打，避免伤亡，撑到今天晚上彻底突围。啊，哎，等等，如果老马不同意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同意，这是命令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。 正面、反面，他全部都上下着打，我们底下有没得铁丝网挡到起，而且白狗子冲得非常的凶。这盘可能是用子弹打不到落了，上盘的办法不对，行，老师打，老子不管那么多，老子反正不追去，今天不去，10年8年都不会去，哪个要走让他走，我们自己打自己的，自己守自己的，你去各个阵地传达老子的命令，让他们不要怕牺牲，守住了，死守山巅。 快点去，下去了，老子打！老子刚才的话你听见了？是走是留，自己定。反正我马士基是不会离开这个阵地的。马师长，我们不是怕白狗子，我们是不想人白白死在这儿。哼，你们班长。 他忘了，老子没忘。因而牺牲的红军战士，永远不会白死。红七十七师流自己的血。告诉你们班长，不是他的人，看他不要管了。同志，你一定能守得住。你跟他们一起走算了。马师长，我当你儿子还不行吗？当我孙子都不行。 马师长！那么就烧坏了。谁来？谁？快来呀！来了来了！快！怎么办？给老子奋斗，老子去拉水！好。老师，我跟你去，一点都不是去，给老子待到这儿！哎。 不用管我，给老子找水！来这儿，放我老吃我！你小子走！啊！别上啊！来这儿，你要听我的话，我给你当儿子。 哎！兄弟，好样的！别撕哈！这生命，你都还没挣扎，你们着急做啥子？摆着车队，我叫你爹。好，老子听你的，只要你活着，你说啥子老子都听。我当你儿子，不要骗我！你儿子的，你说，哪有老子骗儿子的？ 你儿子，你表现错了，你还没喊我声爹哦，喊我声爹，喊我声爹。儿子，儿子，啊！打死你个狗日的小孩！啊！ 柴木正，起，跟吴兵说，截止到晚上，我就跟他一起撤，快起！柴木正，狗日的老李，你也来给老子添乱了！师长，我的事情，你还凶我？老子命令你，不准死！是啊，我有事情了，我也不怕你了。我要说句实话，气死你狗日的！我也不怕你，你说，我觉得你说的话，你说，那。 要让这个狗日的世道还在我们这辈人手上完蛋！你说的要做到哦！我要做到！我要你跟我一起拼！我们两个一起，大家一起拼到底！老子好累哦！不要耍赖，不走了。 老子一辈子耍赖，骗你的马屁。但是我杀对了两件事情，不后悔。第一件就是遇到你，第二件就是和你一起搞马里，搞给你。 天不知，哪知命令力不准死！天不知，老子跟你们拼啦！炸药准备好了，你还要看看吗？老婆，你得撑住，战士们都在看着你，别太难过了。没法事，我不来过。 我也不会让他们来过，我要让他们死得值好。把这全给老师炸了，一不留给白狗吃，第二就当是我的战士，还有你的战士，作为处分，他们死得值。 是我的战士，还是你的战士？他们都是红军战士。同志们，我红77师今天战役，我把战旗降下来了。我们要走的路会很长，也会很难。远的不说，就说眼前，外面白沟子就是邓九鼎的混成旅，他们恨透了。 沾红旗的人，不但杀红军，只要是拥护红军的敌人，他们就是见村灭村，见寨烧寨。为了炸烂这个狗日的世道，我们许多的战友都牺牲了。现在，也许我们也会死，我们可能只剩下一个人，或者一个都不剩了。 但是只要我们活着，这条路我们就一定要走下去。同志们，你们怕不怕？不怕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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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志们，出发！出发！ 被狗日围攻，我们就能炸得狗日！杰克，我们一定要全力守住这道防线。如果实在守不住，上面是最后一道。队，有你们啊！不止扔起，别老是挤进去，咱冲一次！啊我其实呢，我怕死。 我的土人叔，你又不怕死？谁不怕死？准备好了啊！逃跑！